在学习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一些问题，我们的英文总是拿不到好成绩，我们有畏惧和陌生人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去用英文去沟通，我们对英文感到畏惧，因此我们决定要来改善我们的英文。然后我们借由阅读 Life 杂志，还有听那个英文的歌曲，跟看一些用英文对话的电影，然后来增加我们的英文能力。我们在空闲的时候背单词，然后听英文歌曲，然后还有听 BBC。我们将我们的故事分享到 Facebook、Instagram 等社群网站，然后和我们的在学校和我们的老师还有同学分享。我们分享的对象没有限制，像是老师、同学、家人或者是朋友，都是可以让我们来练习怎么去说英文。我们互相提醒监督，确实执行，然后在昨天贴上一些励志的借此增加我们的英文能力。好，我们在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，但是我们互相鼓励，然后我们在过程中就是我们产生就是不一样的感情，就是我们的友情也增进，然后在学习上我觉得也更有成就感，可以就是增进自己的能力。